今年呢，各大 AI 呢在推出新功能这件事情上呢，真的是不留余力的疯狂的推出，而且就是非常的竞争。像这样的 ChatGPT 呢，前阵子又推出了新功能呢，叫做群组交谈功能。这个群组交谈功能呢，就如同字面的意思一样，我们可以呢通过 ChatGPT 的账号，有多人加入这个聊天室里面一起聊天，然后去使用这个 ChatGPT 的功能。不过呢，好像有人不太知道，像这样的功能之下可以用来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使用的方式，然后给大家做参考。那大家呢之后在使用群组交谈的时候，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使用喽。啊，忘记要够啦，够！嗨，大家，我是阿汤。ChatGPT 呢，今年推出的功能呢，真的是越来越多。像前阵子大家都在玩 Sora Two 嘛，就是影音生成的部分。 虽然呢，这个语音生成变得很强，但目前对大部分人来讲呢，就是一个趣味性的功能。那我们今天要聊了这个群主交谈功能呢，我觉得呢，它不是单纯是一个群聊的功能而已，而且是一个非常实用。不论你是用在工作、朋友之间、家庭之间，我觉得都是非常适用的。虽然呢，它这个限制呢，目前是可以加入的人数是二十人。 但我觉得一般使用下应该是蛮够用的吧。往下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可以怎么去运用。好，首先呢，如果我们想要使用这个群组对话呢，这个群组对话功能，无论你是 ChatGPT 的付费账号或者是免费账号，都是可以使用的。像我现在两个视窗嘛，左边呢这是我 ChatGPT 的付费账号 Plus 方案的，那右边这边是 ChatGPT 的一般的免费账号。好，那你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都有一个群组对话开始的这个按钮。 那么像这是免费账号，这边也是可以去启动的，所以你你不论是什么账号，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不论呢你是跟朋友之间，或是跟同事之间，其实像这种群主对话功能呢，可以使用的方式还蛮多的。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慢慢的来介绍。好，首先呢，如果要启用这个群主对话，很简单，你知道点击它，开始群主对话，然后按下去，这边就会产出一个邀请连接，你就把这个连接复制下来之后，丢给你要邀请加入群主的人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到这个账号来。 那我去加入这个群组这边呢就会出现可以加入群组聊天。那加入之前呢，你可以自己设定你的设定档，也就是你要在这个群组里面显示的这种名称，你就按一下设定。这边可以显示你的名称要显示什么，设定好显示名称，你也可以自己换个大头贴，就可以让别人更了解说正在聊天的是谁，会比较清楚一点。像在工作团队里面呢，如果有设定这个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按下储存。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群组聊天。我们按加入，啊，有没有？这边就可以看到阿汤二号已经加入群组聊天，这样呢就创建完毕了。那这个群组对话的记录呢，你在侧边栏这边呢，它是有独立一个群组对话的。那你可以在这里呢去重新命名这个群组对话，比如说呢是工作群组，它这边呢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这个对话名称，或像在群组上面这边也可以去重新命名群组的名称。 甚至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自定 ChatGPT，这边呢就可以给他一些指令，比如说你可以在会议记录的过程中适时的给一些辅助，或者是像你这边有打开自动回应，这个预设会是打开的。有打开的话呢，它会按照你的讯息去查看说哦，你的这个句话呢到底需不需要去回应你，自动去判断，然后自动回应。等一下我们来试给大家看。好，当这样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对话。 那像这种群组功能，到底可以拿来做些什么呢？除了一般聊天使用之外，它其实结合了 ChatGPT 也是蛮好用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来看几个使用方式。好，首先呢，第一个使用范例最直接了当的就是会议记录的部分。假设呢，你今天是在这个工作群组里面利用文字的方式讨论会议相关的内容，那我这边先随便传一些资料好了，比如说这个是。 记录下来的会议记录，那假设这是互相对话完的内容啊，比如说你看传这种资料的话，ChatGPT 呢其实不会主动回应你，这时候你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账号，在这个群组里面的任何一个账号都可以，比如说我就讲整理会议记录，然后送出来、啊、看，这时候 ChatGPT 它就有反应了，它就正在按照你的这个需求开始整理这份会议记录啊，你看它整理完就会长这样子。 好不好你可以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随时叫 ChatGPT 出来做些什么事情。像这种群主聊天，真的是蛮好用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呢，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用来整理会议记录。当你是用在工作的群主聊天里面，或者是呢，在这个会议里面呢，如果你需要发想一些创意，那你也可以直接 at GPT。像这样子，你输入 at 之后，然后选 ChatGPT，接下来后面就打你的需求给他。 比如说，给我三个 p o c c a g t 的主题，复古的，那就有点像是跟你平常对 ChatGPT 的提问啊，或是聊天的讨论都一样，只是前面加个 it，那就一定会呼叫 ChatGPT 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么它就会按照你的需求，然后来回答你。所以呢，这个在开会里面呢，结合 ChatGPT 来使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既可以帮你整理资料，也可以给你一些提议或建议。 然后开会完之后呢，如果你想要确认一下你自己的工作，或者是整理一下个别的工作有什么，像我们刚刚这边是会议记录的整理嘛，那你也可以讲说我们个别的工作有什么，你就直接讲列出个别的工作事项。像这种问句啊，就不太需要去 add chat GPT，因为这个呢，它会在自动判断里面就直接觉得这个就是在问他，那么这边提到工作上整理，它直接帮我整理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第一个运用的部分。你如果是用在会议里面，你可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去帮你整理会议记录，也可以在会议的过程中帮你呢提出一些创意发想。 甚至在会议结束之后，帮你整理一下个别的工作，或者是你对于会议里面呢有哪些部分想要直接用提问的方式找到资料的话，也可以直接呢 @ChatGPT 呢、啊、去对这个会议记录的内容呢去提问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哦。接下来第二个运用的部分呢，我建议是可以用在朋友之间。如果你是想要出门旅游的话，之前呢我们其实有分享过很多是用 AI 来帮你建立旅游行程嘛。 那 ChatGPT 其实我有分享过，你其以用一些指令，它就可以帮你呃产出一些旅游的规划出来。那你可以用 ChatGPT，或者是你自己本来就有想要去哪里旅游的话，透过讨论之后，类似开会的概念，你知道彼此在这个群组里面讨论完之后，就可以用 ChatGPT 呢帮你整理一下你们讨论的这个行程，然后看一下哪些重复，哪些没有重复，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把它同整起来，再去整理，最后呢再用 ChatGPT。 搭配你们自己想要的编辑，然后去把它修正出来。那比如说像这样子，我们可以先用 AI 呢来产生一个简单的三天两夜的行程。比如说我们就讲说，给我三天两夜台南之旅的行程。当它产出行程之后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行程呢去跟对方聊天讨论，或者是呢可以请出来 a t g 直接去修改哪一个部分。像比如说我现在是模拟呢跟对方聊天，那花园夜市我去很多次了，我们换去哪里好吗？有没有？ 这种聊天的感觉，ChatGPT 它就没有反应了，它就不会去帮你直接做修改，所以你可以看到 GPT 呢，它在自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呢判断呢算是还不错，它不会随时随地的随便就去介入你们的聊天。啊，那比如说对方可以回应，啊，像我回应之后呢，他我就想说啊，不然改大东夜市吧。那第三天的什么也还好，那我们也换一件好了。你看 ChatGPT 它有出现，正在查看这个字眼之后，看完之后。 他其实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啊。这时候我们可以再继续。我就想说呢，第三天呢，不然让 ChatGPT 再建议看有没有别的中餐。好，你这时候你可以看 ChatGPT 就开始在回应了。他知道了我要问他了，就帮我建议出来了。那么透过这种方式，其实呢，你不用每次都去 a d ChatGPT，只要你的内容里面有疑似想要询问他的问题，或者是他觉得可以帮助你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边讨论边编辑的方式呢，让 ChatGPT 边、er, 去建议，最后再让它同整一次我们的需求就可以了。那那基于呢，像这样讨论跟询问的内容，有时候会有一二三四五个项目嘛，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投票。这时候呢，你也可以让 ChatGPT、er、来发起这个投票，然后最后呢整理一下票数的部分啊。比如说，你看我讲说不知道要选哪一个，我们来投票好了。然后你看这时候呢。 对方还没回应嘛，然后这时候 ChatGPT 也没有回应，我们可以跟他艾特一下，我们就请 ChatGPT 呢发起投票。好，你看你也不用跟他讲说你是要投什么，因为我们前面的聊天记录里面他判断出来，我们是要第三天中餐投票。好，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投了。那比如说我这边投一，这边我也投一，两个统一一下。好，两个都投完之后就会立刻统计出来。 所以他不用跟他讲说我们投完了，不过这个聊天视窗里面只有两个人的话，他就只会两票完就结束投票，然后就告诉你哪一个票数最多。好，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应该就改这样了。那刚刚讲的夜市也可以顺便修改啊，给我一份完整的内容。好，这样就搞定了。你看我们刚刚投票投出了这个午餐，还有夜市改成大东夜市。好，这样三天两夜的规划行程，你就可以在这个群组聊天里面，然后透过讨论。 以及 ChatGPT 的这个投票功能，你就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把它修改出来。所以第二个运用的部分呢，你用在这种旅游规划上，如果是你一起要出游，然后讨论的话，用它来讨论的话也会非常方便。特别是有这个投票功能，当你无法决定出某个行程应该要去哪里的时候，就可以用投票功能直接來投票。当然，这个投票功能你用在 呃，开会上呢也是非常好用的。好，基本上目前这种群主交谈的使用，大概就是这几个方向了，就给大家去参考一下。那其他部分呢，像在群主里面呢，一样资源产生图片的功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在这里面产生什么图片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其他的运用，就像我们刚讲到的，这边是可以制定 ChatGPT 的这个指令的，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制定指令，让 ChatGPT 呢成为某个角色，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呢都是一些蛮好的运用方式，都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群主交谈的功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来使用看看哦。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呢，你是不是也迫不及待想要去拉一个群主来进行这个交谈的部分呢？不论你是想要用在工作上。 家人之间、朋友之间，我觉得呢，目前都是非常好用的。而且这个功能最重要的是可以制定 Chat GPT 的这个指令，所以呢，你可以把一些呢你原本就想内定的这种 prompt 呢，就先把它加进去，用起来呢会非常的顺手，跟好用哦。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啊。如果喜欢这影片，别忘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教学啦，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